Hello，各位领导民们，大家晚上好。大家晚上好。大家晚上好。早上。大家早上好。早上好。大家早上好。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少年是牛仔仔和丁真。Hello， 各位领导民们，大家早上好，这里是优酷独播综艺《岛屿少年之与你一起每日陪伴》直播，我们又来和大家一起陪伴少年们黄鱼喂养啦。今天直播间的少年是牛仔仔和丁真。每天会有两位少年排班，具体的排班表可以关注官微官抖。对，今天直播间的少年是牛仔仔和丁真。
今天的天气很好，今天没有雨，而且海面上风平浪静。这里是优酷独播综艺《岛屿少年之与你一起每日陪伴》直播。他们现在在拌大黄鱼的饲料。今天直播间的少年是牛仔仔和丁真，明天直播间的少年会是司俊逸和孙中霄。我们每天鱼排直播的时间都是半夜三点半。对的，当地渔民每天也是这个点来喂。天亮和天黑前进行喂养是比较适合黄鱼生长的时间段。
我的，还差多远？大黄鱼的投喂我们要在天亮和天黑前进行，因为天亮和天黑前是大黄鱼活跃的时间，阳光刺眼的话会影响它们的食欲。丁真在在，你们今天要喂多少袋呀、啊？要看鱼的状态。好的。如果他们吃饱的话，就喂四袋。四袋。刚刚有云岛民问你们一会儿会去补觉吗？会。好。坐在那个很外头的位置，这是谁呀、啊？真的，没有礼貌的感觉。回去要好好，我就问一下，我回去把所有人都叫起来，行了，这样说。到了，差不多了。什么？让他醒一会儿，我休息了。如果那个，我都可以接着他们说的。好，那个吧，你们站我那边吧。有一点啊。
Hello， 各位云道民们，大家早上好。这里是优酷独播综艺《岛屿少年之与你一起每日陪伴》直播。今天直播间的少年是丁真和牛仔仔。他们养殖的是大黄鱼。投喂饲料的话，在天亮和天黑前，没有阳光的时候，大黄鱼的食欲会比较好一些。
今天直播间的少年是牛仔仔和丁真。今天有可能会看到日出，大家可以一起蹲守一下，期待一下，因为今天天气非常好啊，海面上风平浪静。为什么要这个时间点喂鱼啊？因为天亮和天黑前是大黄鱼的活跃时间，阳光刺眼的话会影响它们的食欲。今天直播间的少年是丁真和牛仔仔。
饭吃的不一样多呀。你那样的话，我这边多一盆呢。你是不是你我跟你的素质是保持一样的？不然嘛，很。我说这个鱼味很重。各位新进直播间的云岛民们，大家早上好，这里是优酷独播综艺《岛屿少年之与你一起每日陪伴》直播。今天直播间的少年是丁真和牛仔仔。他们现在要拌第二袋饲料了。今天晚上10点的话，我们会有晚安直播。饲料加水的话，是为了让饲料湿润一点。
然后对黄鱼的肠胃会好一些。对的，他们俩现在在办的是第三代资料。给我一下子。音乐会的话，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官抖。感觉差不多的样子。烂掉了，有吗？有，但是好像臭了，是吧？垃圾！你在看啥呢？我以为是有，它有点沉。我说谁还给我留了那么点儿啊？眼睛不太好啊。是的，少年们喂鱼很辛苦，一天要有两次。今天中午是不是得再去搬粮、借粮？不知道。你他们现在在拌，一会儿要喂黄鱼的饲料。我们节目在优酷独播。
优酷岛屿少年，每周日12点双更。哇，今天好干净啊！说明说姑娘技术好呀。各位新进直播间的云岛民们，大家早上好，这里是优酷独播综艺《岛屿少年之与你一起每日陪伴》直播，我们又来和大家一起陪伴少年们黄鱼喂养了。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官方账号的每日直播预告，多多关注鱼排排班表，会提前为大家预告今天的直播间的少年是谁。节目是岛屿少年在优酷独播，每周日12点双更。各位新进直播间的云岛民们，大家早上好，今天直播间的少年是丁真和牛仔仔。
今天晚上我们会有晚安直播哦，时间是在晚上10点。明天鱼排直播间的少年是司俊逸和孙承霄。丁真，有云岛民问你这个大黄鱼饲料的味道是什么样的？嗯，有点像那猫粮。有点像猫粮。嗯，味道有一点相似。丁真说，饲料的味道跟猫粮有点相似。
我们每天投喂饲料的话，都会在天亮和天黑前进行。天亮和天黑前是大黄鱼比较活跃的时间，阳光刺眼的话会影响它们的食欲。今天直播间里的少年是牛仔仔和丁真。对的，他们每天会轮流排班，然后来喂养黄鱼。排班表的话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和官抖，上面会提前为大家指路。你搞完了吗？做好了。你快一点。你快一点。鱼排直播的话，我们时间是在每天的早上3:30，然后今天晚上的话，我们会有晚安直播，时间是在10:00。具体的每次喂多少饲料，要看鱼的生长情况。今天直播间里的少年是丁真和牛仔仔。
吧。刚刚有问丁真和在在，他们下播回去的话是会休息的哈。单头。哈喽，各位新进直播间的云岛民们，大家早上好，这里是优酷独播综艺《岛屿少年之与你一起每日陪伴》直播。今天直播间的少年是牛在在和丁真。
各位新进直播间的云岛民们，大家早上好，这里是优酷独播综艺《岛屿少年之与你一起每日陪伴》直播。今天直播间的少年是丁真和牛仔仔，他们现在已经在捞损耗了。等上直接过来点嘛，到这边来。二三条，四十了。现在这根就是这个。回上来，就到这上了，就到Hello， 丁真仔仔。哎。在我们今天的直播也快要结束了，跟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再见吧。拜拜。啊，再见。拜拜，再见。好。再见，我们要回去补觉了。再见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垃圾是。今日岛屿少年每日陪伴直播鱼排陪伴就到这里结束喽。感谢云岛民们对丁真和牛仔仔的陪伴。明天鱼排直播的少年是司俊逸和孙承骁。然后今天晚上的话，我们还会有10点钟的晚安直播。拜拜，大家记得锁定优酷独播综艺《岛屿少年》，多多收看正片。拜拜。